么了？鼻子痒，想打哈啾。大家好，打不出来，打不出来。OK， 好，欢迎来到有运气悠悠世界的 YouTube 频道哦。我们真的是好久没见了。今天天气好，我们要打算去玉里吃一间阿莲面店，但是我思思念念想了好久，我们每次去都没有碰到。今天出门了，不是因为天气好，是因为他工作终于赶完了，才有时间。才有时间，真的。好，我已经大半年了都在赶稿，好可怜。好不容易赶完稿了，打算休息一个礼拜，所以这个一个礼拜要好好的玩耍，这样子。天天玩。天天玩。好，我们今天去玉里，除了吃阿莲面店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任务，就是我们大概下午三点的时候，我们要去瑞穗去领树苗。为什么要领树苗呢？我们每年都领啊。花莲县政府节了，应该是说三月十二，这个因为为了植树节啦，啊，所以每年三月一整个月都会发树，而且每年发的都不一样，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每年都领。我们家院子里面的树，1000多坪的树，几乎都是领来的。对对对对，很棒哎！而且不是很棒，就是我很抠了，免费的。免费的要多拿一点，不过那个要拿的话，必须拿3张发票去换一棵树苗，所以我们说不定我们的发票中奖的。对啊，我们拿1000万去跟他换树苗，你看我们真的是，果然是爱树成痴啊！对啊，然后今天。为什么要去瑞穗呢？因为瑞穗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这一次哈，这一批非常稀少的山樱花。我们前2次有要去领，但是都没有机会，因为很少，一下就被领光了，我们根本来不及。来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啦，如果没机会也没关系，反正还是有别的树苗可以领。好啦，总之希望今天一切顺利咯。现在来到了瑞穗牧场，瑞穗牧场我们之前来过好几次，可是我们是真的很喜欢吃这边的东西，然后就是因为它奶味很重，然后很道地。那当然我们，第一次来试它的鲜奶冰淇淋，对，鲜奶冰淇淋，但是我觉得没有小美冰淇淋好吃。
真的，我来吃吃看哦。让你尝一口，我来尝尝看。我觉得没味道。嗯，他这边都有附这些汤匙什么的。啊，我来吃吃看。哇，是蛮好挖的。对。嗯，它就是有奶味，奶的味道。但是你这个口感，嗯，对，没味道。嗯，吃进去之后没什么味道。它的成分就是鲜乳、砂糖、奶粉这些东西。嗯，不错啦，我觉得。既然有鲜乳，还要奶粉干嘛？我也不知道，它是这边都会都有写。总之是他们自己的特产啦，大家可以来吃吃看。然后这个我们最喜欢的 cheesecake 也是一定要的，因为我们就是要过好几次了。cheesecake， 他的 cheesecake 是没话讲，对，真的是没话讲，全台湾第一。嗯，然后呢，我今天还买了一杯鲜奶，为什么买鲜奶呢？因为我早上用这个一大杯这个保温杯哦，去买了一大就是特大杯的咖啡，美式咖啡，所以还有咖啡，所以我就买鲜奶，两个人混在一起就可以变成鲜奶咖啡了。好了好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聊一下。因为我们中午刚刚去吃的那个阿莲面店，那个是我们当地人，就花莲在地人一直说吃玉里就一定要吃这一家，那是当地人最喜欢的。你吃了你的感觉呢？我觉得没有中正路的家好。嗯，中正路上有一家 我不记得名字，在 Seven 旁边。对，那我们去其实吃过很多次了。我觉得那家最好吃。嗯，玉里的玉里面我们还吃过别家，都没有这家好。这家也是，我觉得没有这家好吃。再加上它的餐具也，因为它是用这种纸碗，然后免洗筷，有可能是因为疫情还怎么样吧，不晓得。反正他就用那个，就感觉上不太优啦。嗯，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口味怎么讲 ，OK 啦，也不是说难吃，因为毕竟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是觉得 OK 不难吃。然后可是说，我没有说难吃啊，我只是说没有那家好，没有那家好吃。对对对，没有那家好吃。然后它的面好像比较细，我觉得比那个中正路那一家是比较细一点。然后中正路那一家的好处是它那个油葱头的那个味道很就是很鲜明呐、啊，哦，那个油葱的味道因为还蛮鲜明。然后阿莲面店就感觉就是那种酱油味多一点，对，就是两个口味不一样，对。不过总之是吃到了。阿莲面店很难吃得到，因为它只开到中午嘛，开到两点。六点到两点，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去都已经关门了。有时候今天是特地提早就去吃午餐这样子。嗯。哇，我今天好热，今天很像夏天一样，所以吃冰很好。好了，我们现在回家了。就是要摆，是要这样子。对，刚刚呢，我们去了一趟那个瑞穗的生态馆，今天有送苗，我们刚刚说过了。那我们本来今天真是很可惜耶，我们的目标锁定本来是山樱花，结果就在换我们之前，就轮到我们之前，山樱花没有了。哦，我气，我真的快气死了。所以人生就是这样，拿不到山樱花，所以我们就拿了别的。我们今天去领的是桃金娘跟金银花。桃金娘是会长粉红色的花，还蛮漂亮的灌木。然后金银花是会爬藤的，到时候如果长出来可以给大家看，会爬满我们整个豆腐小楼的那个围篱这样。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拿的花就在这里。然后这些是还没有种的。之前我们已经有拿了大概有没有40棵，前后啊，对，有前后有哈、哦，加上如果加今天应该50棵有，有，然后一些已经种好了，那这一些是还没种的，我们光这次就拿了快30棵吧，对哈、哦，对，这一次拿最多，对，这次拿最多，然后你看哦，这个里面这边这个我们大院子。以后我们就是会把它整理整理，然后东平就是会把这些树都种在这些院子里面啊，好期待啊。好啦，那我总之我们今天的
领苗大作战结束，然后终于啊也吃到了这个阿莲玉里面以及这个瑞穗牧场最好吃的 cheesecake， 太好了，今天非常的棒。好啦，先聊到这里咯，谢谢各位收看哦，记得订阅、分享、按赞，那打开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